其实吼，在旧年啊，看到真侪虐童的案件吼，也做唔甘讲，囡仔遐细汉，也爸母疼囝，敢毋是天生主人，是安怎家己囝囡来真心甘虐待吼，啊，佮熟悉这个囡仔了后，就一直感觉讲，哇，足唔甘的，结果这个囡仔，伊就一直讲家己足幸福的，是，既然啊幸福，咱都要做一个佮较有福的人，所以伊讲这首歌伊若主唱，伊要。 安慰着所有受虐的孩童，啊嘛要安慰所有的这些时代长辈。咱拢曾经细汉过，我还记得有一个个案，迄当时呢，我都在做千唱会，是啊，赶快遮济人，啊，忽然间呢，中途忽然间就变中一空啦，人一直闪，一直闪啦。我想讲奇怪，啊，那中人啦，一直闪是发生什么代志？结果才发现讲哦，中有一个哦，富人家一个欧巴桑。 看起来应该是60几岁啊，啊，规身躯哦，垃圾干呢，啊，啉酒醉，啊，搁起酒笑，就像疯子一样。结果底下细细念，底下细细念吼，啊，边啊人拢惊讲，哎呦，啊，这臭的安尼一直闪开，结果伊就手举真悬，我要点歌啦，安尼就哭出来讲，我要点歌。每一个人既然将声来平定，明的讲清茶干净的，我就让你点歌。 清茶垃圾的我都看你无去讲，你无资格点歌，甚至是你买袂起我的唱片，我先来爱唱歌互你听，我就甲讲，无要紧，无要紧，你要点什么歌？伊就讲，我要点个妈妈有关系歌。敢若讲即几句尔，目屎就流落来啊。所以你甲想，在遐尼侪岁的时代，伊的心内嘛有需要人笑笑，抱一抱，唔甘的所在。 我们这个当年讲，这首歌你要诠释的时候，你要唱的时候，爱会记哩，你要笑的，不是干那受虐的孩童，不是干那全世界震惊的囡仔，饿死的孩童，都不是，是所有的众生。你像讲，哇，这个力量遐大，我敢做会到？我讲在艰苦的生活当中发愿，迄个愿力真大，你绝对做会到，人生有无限的可能。太棒了！是。 你这当年这里谢人接受到雅文老师的这个开始，甲教师真的，所以今仔日呢，真甘心，特别要送雅文老师哈。康来信，再送我哩。谢谢，哎呦。然后，我给他了，我给他了，这是我。还有一张卡片，哇哦，很懂得感恩呢。你给最爱的雅文老师，你给他念好不好？好来。 啊，你有读册无？一直有诶啦。啊，有吼。伊即摆读国小啦，嘿。哦，写个三篇诶。密密麻麻诶。你干嘛读这么多？我念过来。你再念两讲无？姚文老师好，你常常带我去过做人，不放手别人，让我知影放手别人会当叫你快乐，因为我是担心家庭大诶囡仔。
老师知影妈妈赚钱足辛苦的，所以老师常常说，我上痛苦，会当赚一寡钱，无得怎样。我要搁较多谢雅芬老师，做我的一日阿妈。我拢是的时阵，带我去百货公司看电影，买礼物、食饭，我足欢喜的，嘛足喜欢的。谢谢老师，老师就像我的妈妈，感觉关心我，爱护我，疼惜我。谢谢老师，身体健康。I love you。哎呦呀！我笑笑，我笑笑，唔敢唔敢。啊，这个忽然间来这一段，我真的是有点紧张。他真的是发自内心。虽然我人用的囡仔真侪，但是这是我接到上水的一朵玫瑰。这个囡仔不是都讲，我知影我妈妈呢。做女工一个月一万块，要饲一个家庭足辛苦，所以这个囡仔个性足高超的。伊个高超的烦恼会让你唔甘。要食一个便当，伊讲老师，咱够炸钱。要坐一个飞机，老师，咱钱有够啦吼。要用一个什么，伊都一直足烦恼，讲是不是钱无够，是不是人会看咱无？那这细汉就知影好烦恼吼，等到咱爱烦恼伊身心的发展吼，所以伫遮吼，当然那边烦恼。不管你唱歌好唔好，啊，不管你功课好甲无好，会记哩道德咱顾好，啊，将你的心性顾好，为咱的众生服务，唱歌结善缘，安尼好不？好，好，谢谢，我们谢谢大家就好，加油加油！各是大人，也是同款啦吼，希望囡仔，不管以后事业成就偌大，其实迄是真重要的代志，总希望囡仔伫成长过程当中，会当安尼平平安安，是，吼，莫有事大人烦恼。